袁叔。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醒的时候就被绑在那个救生圈里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。水里的时候，是我亲眼看到他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救了你，我看了都觉得很感动。别说，李毅，他是真的很爱你。她是个善良的女孩子。我欠他太多了。等我们找到他之后，你就向他求婚吧。一个能为你连性命都不要的人，值得你为他付出一切。玉晨，我有一个观点，不知道你是否赞同。什么观点啊？就是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是两个人相互的，是两个人彼此付出，靠时间去堆积出来，而不是用感动变换来的。如果我们的爱情还在，那当初你为什么要走？就像你当初为什么要放弃我一样。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不想让你担心我。就像你说的，爱情是靠着时间成长的。你以为你这么做我就不会担心，不会痛了吗？你知道我的心也会很痛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决定，不管我高远叔到底还能够活多久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。可是，李毅不是说你都没事了吗？其实他还不能够确定。那，对于你刚才说的爱情的定义，你还少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爱情呢，就是要共同面对未来，还要一起承担未来。我们要快点回到岸上去，找到叶秋月，看看我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你怎么还这么傻？我们现在连船桨都没有，又怎么回到岸上？
蓝眼泪。真的是蓝眼泪啊。是啊，我们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蓝眼泪。从前的风花雪月，你看这些蓝眼泪怎么都往那边流动了。当初我们的梦想有几个，也就是说蓝眼泪流的方向就是海滩的方向。人总是，那就是说海滩就在那个方向。恨一个人很累，想一个人很傻，一个人却又孤单。人生走了，你现在没有超能力，也没有办法驱动这条船。几个伙伴，我爱一个人多痛，恨一个人多累。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还是当个超人好吧？以前想做普通人，觉得超能力是个负担，可现在如果有超能力，就可以驱动这条船。燕朝臣真是害死我了。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。有时候也会想要一个人走一走，偶尔也会忽然好想那些老朋友。从前的风花雪月已变成敷衍笑谈。当初我们的梦想有几个还能记得。人总是爱一个人很痛，恨一个人很累，想一个人很傻，一个人却又孤单。人生走了大半有多难，知己最后能剩几个伙伴。我爱一个人多痛，恨一个人多累，想一个人多傻，一个人又多孤单。袁硕，你的超能力回来了，这些年才不明白。那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那我们回家了。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